会打针买下医院留他在我心中。起床了，宝贝儿。我是娇娇，我想成为一名舞蹈家，虽然我的听力有问题。后来我带上了第一对助听器，我第一次听到了音乐，音乐让我想要跳舞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一直在练习跳舞。跳舞特别辛苦，想放弃，但是我妈妈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，鼓励我，我觉得我能做到。朋友就像一家人，我会好好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。我很喜欢叫孩子们跳舞，鼓励他们自信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是开一个舞蹈学校，跳舞让我很快乐，我要把这份快乐传递下去。